温暖醒目的鹅黄色城堡式建筑，在一片青山绿林中更显耀眼，衬托着清澈蓝天的山际花园，宛如南投小希腊，以悠闲的地中海风格营造出自在的度假空间。在鱼池乡土生土长的民宿主人，用对家乡的情感亲手打造梦想，舒适柔和的房间附上手工料理的美味早点，近千坪的庭园造景与有机菜园，加上烤肉烘窑区、沙堆游戏区、观景小径平台等休闲环境，山际花园千变万化的美景正等您来寻。